Dopo.你们现在是到哪里了？刚刚过南门加油站。先到那个过南门加油站的话，你们先在那个敞篷那个路口等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地面风还有没有那么大。好的好的，等一下一个。先。On a décollé de là.